林武朗寺老居士，1920年至2007年。朗寺老居士1920年7月26日出生于台湾云林，籍长，品貌兼具，乡里共闻。与林增辉老居士结离后，育有4子1女，替造弘法旋风，度众无数的上慧下律法师，即为其幼子。恩师3岁至灵，父亲因故离家，母亲遂毅然肩负家庭重担。以朗寺老居士成长之年代，台湾教育犹未普及，女子多目不识丁，朗寺老居士亦无入学受教之因缘。以别无一技之长之弱侄女子，膝下尚有5子，时长女亦年仅14，嗷嗷待哺，可谓食指浩繁，家业沉重。为谋生计，乃举家北迁，至台北朱土口，今台北市大同区兰州街落脚，以木板搭建简陋住处，而为栖身之所。法师忆及往日情景，常笑言：此乃是全自动，随时可搭可拆之住所。盖因当时社会经济萧条，普遍贫困，故违章搭建之风极盛，为因应政府取地拆除而不得不出此下策。此种住屋既可拆卸，自非稳固舒适，每遇风雨便处处渗漏，岌岌可危。唯可庆幸者，风雨过后，由远处飘来积压的尸体，尚能让家中幼童打打牙祭。初到台北，百废待兴，虚所甚多，幸得胞弟胞妹多所关照资助，得解燃眉之急，暂得安身。终其一生，朗寺老居士皆铭记感念。老居士原以打零工为生，后因工作认真积极进取，得以在市政府担任清道夫一职，负责清扫介寿路经凯达格兰大道之环境卫生。此项工作需早晚各一次，由住家至工作地点恰如自城北到城南。为准节用度，朗寺老居士以半步行半跑步的方式上下班，每次约需1个多小时，一日2趟共需5个小时。老居士年届80，游胜健朗，或可谓拜此长期徒步上班之赐。此项工作风雨无阻，且极耗体能，然而所得却十分微薄。每至午后，即有人沿街叫卖包子、馒头，工作自此时已饥肠辘辘。一次，某位同事邀其合买馒头充饥，朗寺老居士本拟应允，忽思及馒头1个1元，两人合买亦需5角，家中孩子皆在就学，省下此5角，岂可为其添购橡皮擦？为此乃强忍饥饿，摇头婉拒。恩师8岁时罹患麻疹，高烧不退，朗寺老居士虽忧心如焚，但仍需上班，无法全力在家看护，又恐幼儿无知外出玩耍而加重病情，遂取未削皮之甘蔗一枝，告诫千万不可私自外出，外有歹人会将小儿开膛破肚，
恩师年幼，信以为真，事后方知慈母苦心，甘蔗未削皮，用意即在使其无法快速啃食，可多消磨时间，等候慈母归来。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日子犹如漫漫长夜，各种艰辛难以言宣。然而无论遭逢何种难堪之境，朗四老居士对于子女始终不离不弃，泪满衣襟的前半生终究待得黎明乍现，长女成子，长子景茂学成就业，家境始见好转，恩师自幼得蒙兄姐关怀提携，至今萦怀感恩。慧律法师自幼充盈好学，颇为母心，在就读逢甲大学期间精进修行，决意于学业完成后发心出家。朗四老居士得悉法师意向，作恶正经，难以接受，经师小以大义，乃欣然欲成，自此生信佛法，志归净土。文殊讲堂落成，即追随法师长期听经闻法，坚持念佛不坠。老居士秉性善良，慈祥和蔼，恩师所剃度之百余位比丘，老居士皆视同己出，而恭敬前进，对诸莲友则亲切暖语，笑颜相迎，礼敬三宝，广结善缘，身体力行，堪为典范。近年老居士体色渐衰，数度进出医院，仍坚持念佛。然事缘已尽，痛于2007年2月24日安详舍报，享年88岁。临终经恩师倾力加持，文殊讲堂全体法师连有助念，顶部为温，持续12小时，面貌庄严，更胜生前。自丧期间，由恩师亲自领众诵经礼忏，附蒙教内诸多法师莲友团体单位共修回向，借此因缘感恩十方大德之发心参与，并祝道师妈年品增上，功德圆满。文殊讲堂自商委员会核实。
哎，非常感谢啊，也要感谢诸位护法居士大德，我们呢、啊、陪着阿嬷走完人生的最后这个旅途。那么诵经念佛是最好的了哈。那么从阿嬷的这个往生呢，就可以证明净土法门的殊胜哈。他这个老人家呢，没读什么书，没有什么知识，也没什么常识，也不常常看电视，就是知道要念佛，念佛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什么这个往生呢？这个是从我有史加持以来呢，他这个头顶呢热的最久的啊。阿嬷呢，从8:48呢断气，到晚上呢，哦，我9点的时候去跟他触碰到这个顶部，还是热的啊，温的、啊，微温哈、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哈、啊，没让我闹亏啊呢哈，哎呀，那个面貌啊如生啊、哦，比那个在世的时候更好看，这个可以证明，就是说净土法门呢，你只要有信心，深信切愿，没有一个不蒙受其利的，这个都是诸佛的大恩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说起来。心很不舍，很感伤，但是呢，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生老病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心有生住意灭，这个生命无常，佛陀在2500年早就开示我们了，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啊，所以我们要提早觉悟这个世间的假象，所以说提早觉悟是我们佛弟子的啊最重要的功课哈、哦。那么特别的，我代表家属哦，感谢啊所有的比丘尼护法居士大德慈悲陪阿嬷走最后的一程，我由衷的啊感恩和感激哈。Thank you.
Yeah.
家属办。三拜。Thank you.
Thank you.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寿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可以及佛，诸光长沙相，遍摩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同生等行识，成沙数诸佛，可以及佛，诸光长沙相，遍摩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于如意应得，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舍利
乌林户，我老太夫人因我拢知道菩萨，故便是大殿内殿内开始。孝家眷起就位，为中华民国九十年三月六号，金马祝我水库精明，肃清美丽。今日向华师告辞，祭拜华庙灵前。首先，为中华民国九十年三月初六，小弟就亲就母就世就吉，因为阿敏今日向华师告辞，这摆挂起面前，中华民国九十六年三月初六，竞赛武艺得胜又平，外孙弘仁弘正，作为书记，外孙媳妇庆丽祝梅，外孙女丽丽秀敏，外孙婿盛雄，今日向华师告辞，祭拜阿庙阿妈灵前，放香四点外的艰苦，到甲八点四十八分断开。那么这个这几年来，医生就拢交代，医生讲，你妈妈的心脏会开，但是合袂活，所以伊若有一天断去的时阵，会真好断去，袂拖，拢袂拖。啊，因为心脏
会开，但是收会转来，所以伊的存活率存50%。所以伫这4-5年来，伊进入这个加护病房，会使讲拢总十几摆就对。做囝的人虽然是出家，但是嘛是真认真，要帮助这个母亲渡过这个难关。所以医生已经尽力啊，囝儿嘛已经尽孝啊，所以伊的姻缘已经灭了。伊在8:48的时阵运回来，开始就甲伊加持，我拢总甲伊灌顶5摆，连续助念12点钟，助念12点钟，为8:48念到隔天工下晡2点入目。我每一个时间拢有去甲试探这个温度，因为在咱这个佛法当中，讲或者顶圣眼升天，人心恶鬼附啊，旁生膝盖离，地狱脚板粗啊，所以一直咧关怀这个母亲，伊到底是要往生倒一道？所以佛如讲啊，唯识学里面讲。那往生了的头壳顶，那烧的，就是往生净土。头壳顶是指食哈。啊，那现在额头是上万令的意思，上万令，额头是上万令去，就是升天，就是一世人做善事。啊，那心中上万令，就是烧，规身躯拢令，干那存心中烧的，这个人就出世做人。啊，那八道。拢烧的，其他的所在拢冷去，安尼就出世这5鬼道。啊，若脚头骨烧的，身躯的所在拢总冷去，安尼就是出世这畜生。啊，若脚底烧的，其他的所在拢冷去，安尼就是出世伫地狱，爱转世伫地狱。老母呢，叔妈呢，伫这个生前，搁得一直甲伊苦劝，世间伊就是安尼。生老病死，咱一定要念佛，这世间无究竟。啊，叔妈呢，伊虽然无读书呢，但是一真虔诚。我讲，妈妈，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将持这个囝的心、坚定的心来念佛，你一定会往生。妈妈呢，真听话，伊一天拢念3万，有一颗善良的心，搁认真的念佛，哪里袂往生呢？所以伫个伊断开了后，十二点钟，落头壳拢总烧的，我连续拢一直甲加持，一直甲放伫头壳顶，一般的人是无去顶的，安尼，这头壳顶拢总烧12点钟。以这个过去的经验来讲，那是咱人断开了后，头壳顶3点钟至6点钟以内，头壳顶是烧的，都拢冷去。6点钟了拢冷去，安尼叫做下品的，叫做下品的。啊，若超过12点钟呢，这拢中品以上的。啊，若像印光大师迄3米3里头壳顶拢烧的呢，迄就是转大法轮，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迄就是上品上圣。那么因为师妈呢，册读无济，但是伊就是一颗善良的心，将个持戒心、坚定的心，摕来念佛。那么师妈在世呢，有特别甲我交代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呢，就是去到台北，当时生活真辛苦的时阵。就是这阿姑、阿哥、阿叔、阿姨，真甲咱照顾。
伊讲师父，无论按怎哪个因缘，爱的大众，感谢这阿姑、阿叔、阿哥、阿姨，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感谢这阿姑、阿叔、阿哥、阿姨，感谢，请用之音。过来，第二点，司马交代，因为家庭较特别，所以这个责任呢，拢落伫个这个大姊甲大兄。那么司马拢叫来身躯边甲我交代，讲你今仔日兄弟来讲，你算较有成就，唔通袂记这个大兄甲这个大姊。哦，当时若甲咱放咧。咱若去做流氓，啊去食毒品，啊是去做歹仔，咱今仔日袂当顺利来出家，无法度修行，所以承蒙着大兄甲大姊的牵绳，不离不弃，我必须要将老母交代，吼、哦，伊依然在台中，感恩大姊大兄。在老母当开的时阵，咱遮的莲友日夜拢无停，拢无停得着。这嘛是司马的福报。司马伊一世的人真了不起的所在，伊就是心肝真善良。吼、哦，自阮老爸无伫咧了后，伊对这个啊家庭兄弟。拢高调的，真少去做了差错，所以受了传统的妇女的美德。因此呢，阮妈妈是一个真伟大、真了不起的母亲，哦，真了不起的母亲。那么在这几天来，咱文殊讲堂的法师加起来四五十个轮番上阵。差不多拢无休困，拢无休困就对。所以伫这个所在，首先感谢法无师、甲众地主哦，佛的地主、遮法师、慈悲、甲妈妈加持、上顶哦，那么念佛来回向，感谢众法师。过来，上感动的就是咱遮的。信徒，咱这信徒，咱来上经，这信徒就讲啊，司马一个尔，这四个人嘛无可能去办第二摆，真感动。这信徒来拢安尼讲，讲阮今仔日会当听到这法，拢是司马生一个师父，所以呢，伊特别啊，真感动。哦，那么咱这佛法技术呢，这十几天来。唔捌停过，无眠无日，在这个所在，非常感谢咱遮的文殊讲堂忠实的信徒、慈悲的信徒，感谢。不再说了，因为咱要筹备这摆的这个智商委员会，哦，由这个吴大哥，甲咱遮所有全体文殊讲堂，伫遮牺牲奉献。一二十天的这义工，这款精神，义工就是无条件，无条件，我就是甲你服务叫做义工。所以这款就是佛菩萨的心。慧立法师在此带着家眷，向所有的义工感谢，再三感谢。今仔日有的为日本倒来。啊、哦，像尤其上，啊、哦，有人爱你，有人为香港来，像黄永丽，有人为家人来，啊、哦，有人为南部来，祖山长老，拢牺牲家己宝贵的时间，这尊敬的祖山长老，花了宝贵的时间，甲咱这贵宾为花莲。咱这个议长哦，邱医师拢为这个
真远的所在来，伫这个所在，非常感谢各位法师、各位贵宾，为真远来甲这个师妈哦拜祭，非常感谢。我做一个出家囝呢，唯一会当报答三宝的，就是认真修行、弘法利生、转大法轮、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最后，咱请佛祖的得力，佛甲咱开示。人有生老病死，人有生老病死，天有春夏秋冬，心有生住意灭，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生灭无常的世间，所以生实在讲不可喜啦，因为生就一定爱死啦，死也无一定爱悲啦，因为俗嘛已经去给了世界。所以佛陀说，生命只有一种工作要做，就是提早觉悟，提早干悟就对。有一天咱也是要像俗嘛安尼，都在那个所在。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无论闯哪里，总在棺材里。所以这就可以印证说，佛讲的这是世间的真理。咱今天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希望短暂的东西，咱今天不要过的日子就是是非恩怨，每天都在无知。老的人就是想让咱自己赶紧念佛来求生净土，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又说老母最后孙妈最后跟我说，她说我如果百岁年老，你就一起去，我爱老人，你就给我创发切操。我说没问题，我工程，钱比较没，但是人很多，你做你去，我，会给你创发很老人的几千人，你免烦恼，所以依佛的概率是讲，生不送俗，就是出家人无送俗家人。我妈妈是俗家人，但是我即卖呢，转一个念头，改一个观念，咱卖讲送俗嘛，用那种陪他老人家走最后一程。所以，等一个所有的出家人哪有时间，就送阿嬷。十五分到广西路，公司行十五分尔，行十五分。所有佛法技术也已讲，那么若有因缘，若有时间，那么就陪着，孙妈走了最后一程。该感谢的感谢，该打理的已经打理。再度带领家属，慧理法师带领所有的眷属，向生熟二众再次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你曾孝家眷打理师兄师姐，因为我们场地的关系，所以我们请各位直接向后转，直接向后转，好好退场，谢谢你们，谢谢。直接向后转，直接向后转。
师，今天所有珍重，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师姐。请嘉义慈恩会馆上前祭奠，请。
先生，谢谢你，老师先生，谢谢你。上香。谢谢我们花莲县杨文慈议长，谢谢您，远从花莲上香。前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孝家眷打理。谢谢邱医师，今天我们恩师上人师父有这么好的身体，所以我们能够活得这么久，都是因为您的帮忙。谢谢，感谢。三问讯礼，问讯，在。
家眷打理，谢谢上人金经法师，所有师父们，谢谢弥陀佛。我们请观音金色永香，谢
请法界弘法慧心电子台准备，谢陈校长，上香，献佛，献佛，
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谢谢我们李主任再去打理。请到
善问讯你，一问讯再问讯，善问讯你。臣向家眷打理，谢谢陈总经理及所有们师兄师姐呀。三问讯你，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一声小将军打理。师父，各位师兄师姐，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协助帮忙，谢谢你们。用我们手上的香花来供养苏妈。快点，上前祭奠的时候，请多成几排，动作快一点，我们争取时间。可以听，来，往上问讯就好了。江山苏满，遥望，形形色色，上重要的这个路程，一缕感情，你边听痛苦的声音，有你耳根，看到你痛苦，我真不甘。宁愿代你受业，何愿来痛苦？问讯一下就好了。我来无相告来，是愿失去这位的长者，实在度众生，多谢这位大菩萨的后生。阿弥陀佛的辛苦，江山数百里，往生西方叫做世界，祈求阿弥陀佛加持，祝你莲品正常。好，边走边念佛号，随着我们的佛乐号来唱，称诵佛号。拢是因为你平常待人客气，你从过的天来感谢，祝你早生困倒，阿弥陀佛。请各位师兄师姐，称念佛号，边走边称念佛号。阿弥陀佛，依依我的心肝来，因怀思念，祈求莲品正常，上品上心，阿弥陀佛。上数百里，往生西方，救度世界。
祈求阿弥陀佛的教诲，祝你怜悯众生，常平常心。阿弥陀佛。发心慈悲的莲友，为你来上敬礼，功德回向，拢是你平常待人客气，你错。发心的缘由，为你来上敬礼忏，功德回向，恭喜你平常待人客气，你从高的德行来感谢，直接来到你的人间，恭心祈求。佛祖加庇，祝你早成佛道，阿弥陀佛。祖妈，阮家师兄师姐，永远拢是师父的好弟子。你永远拢是阮的祖妈。江山苏玛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No.
Thank you.
萨埵，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伽多耶陀毗耶那阿弥勒那叭毗阿弥勒那伽那叭阿弥勒那毗那叭耶陀那伽多耶陀毗耶那阿弥勒那叭毗阿弥